东西啊，就很生气，就吵架呢，他骂我，他讲很烦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担心他自己有病，他怕连累到你？我都知道了的嘛，我都不介意。哟、哦，我很心痛嘞。他昨晚他脾气很大啦，他的反应，我跟他讲，他去丢东西，丢到我。啊？他丢东西丢到你啊？他丢到我，然后我昨天讲黑情。我这样看，我觉得他对你很好哦。不懂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？但是他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哦，妹。就是不懂是不是闲聊咯 ？Stanley， 我不美咩？讲 Stanley， 你讲，我不是、我是不是美？是啊，肯定啊。讲我是不是好？对呀、啊，这样我有什么问题？然后我每次跟他讲结婚的东西，他都一直回避。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其实外面有一个就是 OK 的在追着我。哦，男生 OK， 但是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有一点点暧昧暧昧讲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一个女人、身边的男人不关心你的时候，是哦，我明白。所以可能我这个新的对象，但是 Alan 很好哎。你不要找新的先 ，Alan 应该也是压力啦。Alan 很好吗？其实你们再谈一下。没有得谈了 ，Stanley， 我跟他没有得完结了。昨天一下子发脾气吗？他差点打我哎！你可以相信 Alan 要打我吗？他不打你，你知道外面，你知道那种网络的人以为我昨天欺负 Alan， 可是 Alan 昨天要打我，他没有打你啦，他昨天他要打。他不敢打，就是到最后他没有打到你哦，这个是这是重点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他最后他也不忍心，他也没有打你。阿妹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要叫名字啊。Stanley 啊，我是Alan 的代表律师，现在我正是出律师信告妹后，还有你是诽谤我的当事人 Alan。我的名字叫 Jeff 陈侯爷，我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大壮来的。你们两个女人在这个广播很多人听着情况之下诽谤我的当事人 Alan， 你们有什么讲？好呗，我找你的屁股来打了，吓死我。可是我知道你是第一个会唱我的人。妹后的新男朋友呢，最近在一起的就是 Jeff 陈浩然。我也是 Alan 的代表律师。给我讲话的费用 OK。最后还要告诉你，这里是麦新人专家，麦新人专家是由 Kia 为你呈现。今日就体验全新 Grand Carnival FX 的最新连结功能，让你尽情使用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。下午2点钟。